没有人想打他。对。但是亥牙就想打他了。这边的话呢，直接上马安格列的位置，后面的话单刀包下来。萨迦这个位置要等上天喽，上天上上去之后呢，哇 ，L E 太足了。亥牙想用咒语做风筝，但是魔王的话呢，直接站着扛住他的标，硬生生把他 A 爆。